对，上场四中四，刘东投了。look pass， 好球，给到刘东。你看，这就是需要鼓励的。好、哦，萨姆森的中距离命中。萨姆森有篮，是。嗯，他呢，真的是越打越好。哎。接下来，哦，漂亮。这在 CBA 里面几个外援顶的投篮能力强啊，皮特森一个，另外一个是布莱克尼，对，还有马上布鲁克斯，而且他有身高跟臂展。对的，给到张帆，这个点不能空啊，然后打进篮板球，最后是补进去的余长栋。余长栋跟进意识，前面的是托斯跟进上篮，这个球跟进篮板。外线防王子睿的话还是绕掩护，哎，你看这一绕就绕开问题了。王子睿的基丁跳投那下其实蛮稳。对，你像要赢辽宁这种队啊，你没有好球，这就是往下顺靠近篮筐了，就你没有外援打出这个高光水准是很难赢的。是的，给到外线，哦，好的，孟子凯，这罚篮呢也确实出不来。嗯，那孟子凯的外线呢投篮呢，他确实是有。给到篮下，现在呢把陈国豪换上之后呢，其实整体的高度来说是有一个下降。嗯，哦，好的，吴挺天，自己发起掩护的中距离，他这个眼睛看得发，哎，但是运球的时候他也在观察防守人，是，而且没有协防啊。这个布莱克尼的小老大绝对是极致的，哦，这球打得很聪明。反而把球交给布莱克尼，就拉开布莱克尼一人干，自己带来三分，这完全看手感啊！哇，这个南京的现在也没啥办法。后来之后廖三宁也是好的，这个上篮也很漂亮。廖三宁突破跨步真的是很漂亮，哎，非常灵巧。吉丁举起了加速，再分球给到侧翼。王子睿今天是抢了一个进攻篮板，到篮下这个球是封盖，没有犯规。吴挺家的防守反击，让反篮打进，在第三节啊。这王子睿的状态确实越来越好。对的，这开局打了一个五比零出来。这篮底漏，哎，这个位置陈国豪好的，把球放进。陈国豪在这种篮底下的进攻是非常扎实的，这个命中率其实南京队是可以放一下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说有这个机会还得投，你把罚往外拉。对的，他不出来就要投啊。到篮下接球了，哎呦，这打的是篮球啊！这个还是让法尔太靠近篮筐。回得好，到篮下，嗯，漂亮。对抗又被帽，又被盖掉了。北控队一次进攻防了三回，反击对抗上了二加一，一脚 ，AD， 二三防联防对位。进攻时间，高低位好，哎，打进了，还好。有了这球，吓一跳，真的吓一跳，劲儿太大，感觉力量放大。好的，给高低位的传球打进了，还是攻一方。嗯，确实可以看到布莱克尼，他得分能力强，但他打的真的不足啊，是吧？该传球他还是传球。包夹里勒是包夹，给到远端。三宁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出手了，三分打进。今天三宁是真大腿啊！这多少？三十分了，三十分了，个人对的。对，在 CUBA 里面是大杀器，但是到 CBA 里面身高上面确实是一个硬伤。来跟你急停，这个球好难啊！这个起跳以后啊，这个身体在空中还在移动。再分出来，又是外线，三分进了，就奖励。抬手就有。再给基地内线，面对着协防上来之后补篮没有命中，篮球拿下，再起脚刘东，对，刘东进攻篮板，前面吐了个饼，这次呢是将功补过，自己强打打进了。对，空队还是想要快速的进攻到弧顶去投一个三分球，廖三宁打进了三分。这三分球打进之后，廖三宁也是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得分记录，他球直接被抢断。这样的话，比赛结束，122比110。
南京队在自己的主场年前最后一场比赛战胜了领涨带队的北京控股。